但是潘什么？潘恒旭高雄市的那个伟大的局长啊，告我一个案子，那我就出庭啦，就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大家认识嘛？经常在报纸上面、版面上面出现，然后引起很多的争议可是这个人呢，2002年的9月，我就写过一封公开信，有去好好的讲过他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三分遗忘，就是这样子那想不到16年之后他竟然当那个局长，哇，不得了了，你知道，天花老子了讲都不能讲了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你知道，而且那个法力无边当然了，就是说冷泉加加热本来就是变成温泉了嘛，就是说 OK，原来是这样子的他跟着韩国瑜一起做事，哎，那个是红花跟绿叶相得益彰对不对？很配。这两个人配在一起很配，是吧？一个主管，然后一个下属，太配了，那个个性，那个程度，厉害，天才，两个人都天才。那您当初是说潘先生是怎么样，所以他才来告您？没有啊，就是说那个时候是有关于那个温泉的事情，是。然后就在脸上面只讲到，此人人品是说审查干嘛之类的。那等一下就开庭啦，那开庭我们就要解释为什么讲这话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您觉得他为人跟您之前批评金溥聪类似？挺好，就特殊性格。另外一个，那有时候是很会搞关系的。OK，两个人好，那这个其实他们是师出，潘恒旭是马金体师出来的，就这样子，你知道，就金是他的师傅。师傅，道行更高，